TWICE 成员名景男的巨幅广告挂在了 Metro City 专卖店的门口。 Metro City 始于1992年，是意大利著名的奢侈品牌，对时尚年轻群体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。2023年1月7日，子瑜的 INS 更新了好几条信息。子瑜手捧带有两只小白兔的蛋挞，穿着非常性感，露出了事业线，并发文称2022年辛苦大家了，2023年也请多多指教了，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2023年。粉丝们也纷纷留言，在新年来临之际送上了祝福。子瑜，新年快乐，谢谢你这整年的努力和陪伴，很期待新的一年会带给我们欢乐和惊喜。我们作为你们的粉丝，在这新的一年也会一直支持你们的，爱你哦。子瑜还发布了一张崩坏的照片，超级可爱，就是这张与彩英和都贤的后台合照，真的非常搞笑无厘头。